玛雅各医生，一位来自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医疗宣教师，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，1862年加入英国长老教会的海外医疗宣教组织，选择到遥远陌生的东方岛屿福尔摩沙，奉献他的医学专业。140年前，玛雅各医生从打狗，也就是现今的高雄，登陆前往府城台南，为台湾带来西式医疗，被誉为台湾现代医疗传道之父。打狗也成为台湾现代化的窗口。初期在台南的西式医疗工作，因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，却引来汉医的嫉妒，造谣说他杀人做药。迫于无奈，决定结束在府城为期23天的医疗宣教工作，转回高雄。这就是所谓的看西街事件。回到高雄的玛雅各医生仍然继续他医疗宣教的使命，并没有停顿下来，先后成立打狗礼拜堂与其后医馆，还在皮头设立礼拜堂，但是当时反对洋人的风气兴盛，使得玛雅各医生与他的助手高长被诬告杀人，埋骨于礼拜堂。最后幸得平反。玛雅各医生虽然经历了两次事件的打击，却不减他对台湾的爱，反而更致力于医疗宣教的工作。此后来台的宣教师即以打狗为根据地，逐渐向内陆扩展。随着医疗宣教工作的发展，玛雅各医生再度回到台南，相继设立二老口医馆及艇仔角礼拜堂。老口医馆即是现在新楼医院的前身，为台湾南部奠定西式医疗稳固的基础。而艇仔角礼拜堂即是今日的太平境玛雅各纪念教会。玛雅各医生为台湾奉献他最宝贵的青春时光，除了平地的医疗宣教，他也走入山区，到平埔族的部落宣扬神国的福音，透过医疗引人信主，建立教会，帮助族人医疗观念的提升。玛雅各医生在台湾的医疗宣教历程，虽然前期受到相当大的阻扰，但是因着上帝的爱，玛雅各医生并不退缩，仍坚持他医疗宣教的使命，并推行白话字运动，以罗马字拼音翻译台湾话的新约圣经。这可以说是台湾宣教史上的大事，也是玛雅各医生的另一项贡献。玛雅各医生曾经说过，我活到今日，如果还有其他的儿子，
他们都应该为主服侍而行。玛雅各医生的两个儿子也都追随他的脚踪，从事医疗宣教。尤其是次子玛雅各二世医生来台，在新楼医院侍奉长达22年之久。退休后的玛雅各医生夫妇居住于伦敦近郊。1921年3月6日，玛雅各医生蒙主恩召，安享主怀，享年86岁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玛雅各医生是第一个将西式医疗带进台湾的宣教师。他曾说过：“我相信传道是跟在药丸和外科刀剪之后的。一个病人病愈后，正是向他传福音的好机会。”所以玛雅各医生将医疗与宣教结合，推广福音。因为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定义将福音传遍台湾，进而推行白话字运动，使人可以透过文字更认识上帝。虽然他在台湾仅6年多，但是所带出的果效却相当的深远。流泪撒种的可以欢呼收割。140年后的高雄与台湾南部，在享受现代化进步的丰硕成果时，也缅怀这位远渡重洋的外国宣教师玛雅各医生。在他之后，有更多的宣教师踏上台湾这个美丽之岛，继续医疗宣教的使命，让后人得到更多的爱与祝福。